怎么拉你的裙底呢？怎么拉你的衣服呢？我要我的衣服这样，这样对不对？不对。嗯，阿丽莎看着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嗯，怎么了，阿丽莎？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是的，被咬了两个小包包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呦，蚂蚁蚂蚁，哎，蚂蚁蚂蚁，哎，蚂蚁蚂蚁，下次不要咬我，是不是？蚂蚁。嗯。我妈把它切开了，然后我们把它切，拜拜蚂蚁。拜拜蚂蚁。Hello 蚂蚁，拜拜蚂蚁，是不是？被蚂蚁咬了。嗯，哎呦，痛痛，是不是？嗯。哇，丽莎可不可怜？可怜，你看妈妈。哎呦。它被两只咬了。嗯，被蚂蚁咬了两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是。哎呦，宝贝宝贝。外面，去外面草地上是不是？嗯，是，嗯，好可怜的宝。不是去小气象，去那边。去前院。不是草地。没有在草地上，在外面被蚂蚁咬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哎呦，好可怜的宝贝。哎呦，宝宝被蚂蚁咬了。嗯。哎呦！